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歡迎大家嚟臨利東街聖誕報佳音啊！Good afterno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Welcome to join this section of Christmas caroling presented by our group, Our Lady of Mount Calvary Church. Okay, 我哋呢班朋友呢今日同大家演出一連串嘅聖誕歌呢，我哋係由灣仔天主教灣仔聖母聖衣堂嚟噶。咁或者呢，我哋喺開始之前呢，為咗介紹下今日所有嘅成員啦。今日幫我哋指揮嘅就係我哋聖堂嘅執事歐家維先生。好，另外今日同大家唱歌嘅咧，就係有我哋主日學嘅一班少年啦。嗨呀，快同你嗨！仲有我哋嘅聖堂嘅歌咏團。仲有一啲教友嘅朋友啦。好，都介紹下今日幫我哋彈琴嘅就係 Winnie。我就係今日嘅司儀啊 ，Steven。咁我哋聖堂咧，其實好近呢度嘅咋，就喺灣仔星街一號。咁如果你喺聖伯蘭士街嗰條長長嘅斜路上去咧，上到去盡頭就見到我哋噶啦。咁咧，如果你大家有時間，譬如食飯嘅時間啦，或者放工，好攰啊，想揾地方坐下靜下。咁都歡迎你哋嚟㗎。咁另外，如果你係教友咧，都歡迎你哋嚟我哋嗰度參與靈修啦、祈禱啦咁樣嘅。好啦，其實講下咩叫做報佳音啦。咁咧，其實報佳音就要為大家宣布一個喜訊，就係救世主已經嚟到呢個世界啦。其實大家都知道咧，救世主早喺2000多年前已經降生成人啦。咁但係每年我哋都會繼續慶祝同埋紀念嘅喎。咁點解咧？就係因為耶穌嘅降生就係要改變我哋，令到我哋更加似天主。所以佢嘅誕生為人類嚟講咧，係一個天大嘅喜訊啊！咁除咗我哋買禮物啊、開 party 之外咧，咁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，我哋知道喎，聖誕節。咁今日我哋就會用一啲聖誕有關嘅歌曲啦，同大家去經歷呢一個記載喺聖經裏邊嘅事蹟，去感受下呢一份平安同埋喜悦嘅。咁早喺2000多年前咧，救世主啊降生咗啦，降生咗喺馬槽係咪？咁依家都讓我哋用一曲《Away in a Manger》同大家憶述下當時嘅情景。
人就係因為驕傲，自以為是啦，以為可以主宰一切，於是咧就背棄咗天主啦。但係咧，我哋信嘅天主其實係好慈悲嘅，咁佢唔單止冇離棄到人類啦，仲反而將佢嘅獨生子帶到嚟我哋人類中間。咁為嘅係世人傳播天主係愛。咁救世主亦都以身作則啦，謙卑咁服從咗天父嘅命令而到至死噶。咁目的就係修補人類同埋天父嘅關係。係嘅，整個人類嘅救恩就係由一個細路仔嘅誕生開始嘅。When a child is born。所以聖誕節咧，其實係一個禮物嘅節日，亦都係同家庭有關嘅節日嘅。呢一份嘅禮物其實係指愛咯、平安同埋喜悦。今日咧，我哋啊有啲朋友咧係會為大家送上一啲糖果噶，咁算係我哋一個小小嘅心意啦。咁大家咧可以將呢個糖果同你身邊嘅人分享啦，將聖誕呢一份喜樂咧。帶俾身邊嘅人噶。救世主嘅降生，原來就係舊約聖經裏邊嘅預言，係早世成代已久噶啦。但係當時咧，就唔係咁多人知道同埋明白嘅。咁佢就只不過係誕生喺一個馬槽裏邊，有佢嘅爸爸媽媽啦，同埋一啲動物嘅相伴。縱然係咁樣咧。佢都係充滿天主俾佢嘅平安啦，喺黑夜之中綻放光華嘅，都讓我哋靜心聽一首《平安夜》（Silent Night）。
上主的降生就是这么重要的，我们应该向普世宣告，当时是哪一个，就是向哪一些人去宣告这个这么大的喜讯，这个佳音呢？那大家呢就要细心听下以下下来这一首圣诞佳音。圣母圣依堂圣家一号，欢迎大家有时间过来我们圣堂坐下看看，那欢迎大家来到利东街这个报佳音的活动。大家听完这一首圣诞佳音之后呢，知不知道呢是由哪一个向我们传播这个喜讯呢？没错，是天使。那究竟天使说了些什么呢？那请大家留心听下以下这一首歌《无数天使控制了》。Oh.
生存在今天的世界，我們都很幸運有機會好像2000多年前的牧羊人一樣可以得悉救世主降生這個喜訊。以下下來我們就以一首子夜歌聲緬懷一下當時的情景。主咧就已經降生為人啦，就係、是、生活喺我哋中間。咁睇下我哋有陣時發唔發覺到嘅啫喎。咁呢一個嘅救恩咧，就偏偏選擇喺最平凡嘅人中間咧去傳播開去嘅。太快啊！咁我哋係咪都應該繼續將呢一個喜訊傳揚俾其他嘅人知咧？好似我哋今日咁，等你哋都一齊歌頌呢一位新生王。讓我哋一次過聽下以下兩首歌。新生王和齊來欣賞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好聽下 White Christmas。如果有天雪就更加好咯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一口氣同大家會唱兩隻好興化歌啊。其實可能大家都聽過我哋耳熟能詳噶啦。咁第一首就係 Jingle Bells 啦，第二首就係聖誕歡樂。咁咧佢個原曲英文就係 Deck the Halls。我哋啲敲擊樂可以出場噶喎。Thank you.
散步佳音咧就到呢到此為止啦。咁記得咧，將你糖果啊、聖誕嗰個喜訊啊，同你身邊嘅人啊，同屋企人分享咯喎。咁啊，同屋企人食下飯啦，啊，關心下小朋友啦，或者你先生或者太太啦。好，聖誕快樂！聖誕快樂！啊，歐嘉維執事，你有冇嘢想講啊？講兩句。我們是來自灣仔聖母聖伊諾星街一號的天主教的教堂，我們的教友、我們的谷歌永團、我們的主一行，很歡迎大家去到星街一號那裡是探訪我們，或者在那裡是參與我們的活動。聖誕節就快來到了，在這裡恭祝大家聖誕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天主保佑。好，唔該，有機會出年再見啦，拜拜。